大家好，我是李果林，欢迎来到这期的 NET。这次是带给大家我一个小想法，叫做 Ethnic Move。这个 Move 可以代替 Break， 而且它做到非常的自然，完全看不到任何有 Break 的动作。你可以把它用到顶或破顶，随你喜欢。欢迎来到 X-Link Move 的教学。首先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，先是怎么做，大概怎么做的。选了一张牌放到牌的中间位置，然后插进去，这时候留了一个小小的 in jog， 然后你可以展示，然后这时候再做一个 break， 你就可以把它控上来或者什么的都行。现在来进入一下这个动作的细节部分。你随便拿了一张牌的时候呢，举起大概一半的牌都插进中间去，那这时候呢是要完全的牌是合在一起的，不会有前面或后面的突出，大概插一半左右，就像这样子。然后你推的时候呢，你用你的拇指的这一个部分按住牌角，然后向斜后方这样推进来，然后用你的手掌的这个部分捋齐，然后你就可以做到这一个干净的动作。然后这时候你再拿起 break， 你就可以控上来或控下去，随便你喜欢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这样做完了之后呢，你这样看镜头是会漏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向上一点，像这样推的时候，同时向把手举高高，这样子前面就会被挡住了。你再做这一个动作。就可以把牌控上来或什么的。当然这也可以用到桌面。你这样推进去展示完了，放下来的时候你右手一定要挡住，因为如果你把牌斜过来，这里会被人看到，所以你右手要这样挡住。接着你就可以把它切到下面去或者切到上面来，就随便你喜欢。然后这个动作想法来源是这样子的，是我有一天无聊玩牌的时候就这样子推进去，我发现这个牌不能完全的推进去，是会留一点边的，开始我没在意，后来我想我可以利用这一个小失误来做一个看似没有 break 的效果。这个 move 的优点呢，它好处就在于你把牌这样子推进去，你看似是真的把牌这样子推进去了，其实它是留了一个 jog 的，然后在这边是完全看不出它背面有什么不同的变化的。但是这个 move 有些小的要点，小的细节，就是你把牌插进去的时候呢，你要尝试的把手举高，手举高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但是你换到右手的时候，你手还是保持一样的，不然的话你手还是会漏掉。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个提袖子的动作，然后这时候手是维持一下向下的动作，或者用这个角度对着观众。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留了一个 in jog 的时候，怎么把它控到底或者顶呢？你这样子按下去，就可以留一个小指的 pinky break， 然后用 double undercut 切上来。如果是你要切到底的话呢，就把这一 jog 处提起来，这样子做一个 pinky break， 再转移到 thumb break， 然后再这样切，你就可以把它控到底下去。当你做完这个 move 的时候，你的牌是这样子的。这是我用正面向上一张牌来演示一下，更清楚一点。你把牌推进去，然后就可以提起一起做一个 break， 然后你把它切两下，这样切上来，你的牌就会也切到下面去了，就像这样子。我们做了一次，做完那个 move 的牌是这样子的。提起来的时候呢，因为这边会翘起来，所以你左手可以很容易的去接住翘起来的这一部分，把它拿到上面去，做到一个 break， 切两下就把牌切到下面去了。